非常的寒冷。那你们知道这么冷的天气要做什么事情才会温暖吗？就是要唱歌，而且要非常大声的唱歌。所以刚才我们乐队在台上的时候很用力，然后也弹得非常的尽兴，但是呢，台下的朋友们好像有一点不太用力，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忙着拿这个手上这个全世界全宇宙现在功能最强的手机帮我们拍照，帮我们记录下这一切。但是等一下如果有更嗨的时候，麻烦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跳，一起嗨，好不好？让我介绍歌手玛莎。各位TC的朋友，晚安。2014过去，很开心，在2014，五月天有机会可以到纽约，然后站上麦迪逊广场，然后也去很多地方的表演。那当然，这中间，需要感谢 HTC， 然后带着五月天去很多地方。可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感谢的是，2014 HTC 也带着台湾走向了世界，被大家看见。希望2015年，在这新的一年 ，HTC 也带着台湾到更远的地方，好不好？谢谢大家，为大家跳吉他手怪兽。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在这里要提早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我记得去年来表演的时候，气氛非常的热烈，然后大家也唱得很大声，这个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呢，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来，再重温一次大家热情，好，希望大家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待会就听你们唱喽。先要鼓手冠佑。Hello，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又到这边，然后跟大家一起唱歌。那其实我们每次五月天到很多的地方，然后去办演唱会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每次我们只要出去，然后看到很多的外国人，然后比如说我们坐在外面喝咖啡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手上拿着 HTC 的手机，那个时候看到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光荣，然后就会跑去用英文跟他说，我们是你现在手上拿着这只手机的代言人。所以我觉得其实HTC 让五月天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享有着 HTC 的光荣，那也辛苦大家，那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开心愉快，谢谢。耶、Hello， 我是阿旭，晚安。刚唱到一半，前面突然有一个怪叔叔，吓了一大跳。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再回来接上来，帮我们弹吉他，一起跟他唱。刚才冠佑有说，就是他在那个国外看到那个外国人用 HTC， 就走上去跟他们说，我们是这个 HTC 的代言人。然后外国人就说 What？ 你没有讲英文，代言人英文怎么说？等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讲忘记了。Spokesperson，Endoser，好，那个掌声鼓励。接下来，麻烦唱一首这个歌曲里面有英文的歌，麻烦我们冠佑待会跟我们一起大声唱好。